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尝试修复这7台 Nintendo Switch。第一步呢，我们是先看一下每台机器的具体情况，做一个初步的判断。先从第一台开始。第一台呢，家电不开机，没有反应。现在用充电的方式来判断一下它的基本的情况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插了电以后是0安培，完全没有电流了。所以说我初步怀疑是3个，第一个呢就是 USB Type-C 这个接口损坏，第二呢就是它的这个保险爆掉了，还有一个呢就是充电管理芯片坏掉了，所以说是先测试一下充电的电流，然后最后逐步开壳检查。好，先把具体情况跟充电电流写上。然后一会儿慢慢一个一个解决。OK，第二台，第二台开机没反应，看看插电怎么样？大概有轻微的电流，0.02到0.05安培跳动，所以说 USB Type-C 可能有虚焊，或者是坏掉的电池，或者是充电管理芯片有问题。好，把这具体情况先记录下来，然后慢慢处理。我们看第三台，开机无反应，然后充电尝试一下，0.07、0.28，这是一个标准的，近似于标准吧，但不能说它标准，可能是坏掉的电池或者坏掉的电源管理芯片。希望不是很难解决。又跳到0.15了。好，第四台，开机无反应，尝试一下充电。哎，现在有0.33安培，这个看着还不错，电池管理芯片的问题吧。OK，第五台机器，支架已经没了，但是很好解决，开机无反应。OK，充电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哎，0.2326这样，但愿是电池的问题吧，一会儿我们再说。OK，第六台同样也是没有支架，开机无反应，
充电的话，能看到有哎0.41电流，这个是极为正常的，这个是很正常的电流。怀疑是，嗨，也就是电池跟管芯片的问题了，因为0.41基本上可以判断是保险是没问题的，Type-C 也是 OK 的，除非是有虚焊呐，这个回头再说。好，咱们看最后一台，第七台。哎，第七台能开机，但是卡在了 Nintendo logo 的这个地方，然后提示要充电。充电的话，0.41这个是标准值，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电池的问题了。OK，所有机器已经测试完毕，那么就先从第七号机开始，因为它已经能开机，所以说我认为这台是最简单的。先调软式的镍嘛。
OK，这个 SD card，这个读卡器直接一拉它就下来了。好，那打开背板，我们看一下，目测呢是没有进水的，因为它那个进水指示器这一部分，就指的这个地方，它是没有变红色的。然后大体看了一下，板也没有其他腐蚀的痕迹，所以说呢，我觉得先换电池吧。好，我们试一下这个已知是好的这个电池接上来会有什么反应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哎，黑屏。哎，Switch 这个 logo 显示了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看看。哎，看来真不错，真不错。测试一下，哎，屏幕也好用，完美运行。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第一台7号机，好，这台机器已经确认就是电池的问题了。下面呢，我们要把这个诊断写上去，然后下一步就是把这个旧的电池取下来，因为我们知道 Nintendo Switch 这个电池呢，它不是正常的，它是用两面胶固定的，特别讨厌的，而且不像苹果一样，它会给你提供一个拉的那种设计。所以说，你必须用外力将它从这个两面胶上取下来。这里呢，我用的是普通的 gift card，就是一个塑料卡片。
好了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终于把电池取下来了。在这里呢，我建议朋友们，如果打算自己换电池的话，千万不要用工具，比如说金属的工具，撬不好，然后引起火灾的，这个很危险。所以说，大家还是用像我一样用这个塑料卡片，这种有韧性的工具。因为这个新的电池呢，它上面是没有两面胶和这个缓冲海绵的，所以说我要把它们从旧电池上取下来，再给放到这个新电池上去，然后再装机。
OK， 机器没问题了，下面再用这个抓康手柄测试一下。这台识别了，然后看一下右边。OK， 都能正常识别，看来这台机器已经完美修复。我这个抓康这个摇杆 drifting 还漂移。OK， 这就是第一台的修复过程。还有剩下六台，不知道大家怎么想，认为这六台是不是也像第一台这么简单的修复呢？